零个迷你币的三个好处。老官方太残忍了，都不告诉我们呀。不要再说零个迷你币没用了，拥有零个迷你币的人非常幸运。第一个，我听说零个迷你币的人有时候会遇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，皮肤变成零。有人说这是官方大大为了帮助零个迷你币而特别设置的一个活动。鼓掌。虽然我没遇到过，但是很多人都遇到过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好处呀，只有零个迷你币的人才会遇到。第二个好处，零个迷你币的人一般都是没有钱的人呀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们只有卡卡和妮妮。因为我们没有皮肤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隐秘的功能。每个皮肤都有一个索要功能，伙伴们，我们问好朋友要皮肤，可以验证我们之间的友谊呀。如果他给你了，说明你们的关系很好；如果他自己有很多皮肤，但是没给你，说明你们的关系是塑料关系。第二个功能是零个迷你币可以验证友谊。第三个好处就是，在我们充值迷你币的地方，其实还专门为零个迷你币准备了一个功能，叫索要迷你币功能，只有零个迷你币的人才可以用这个功能。第三个好处就是，我们可以求好朋友帮助我们，送我们一点迷你币，这也是零个迷你币的好处呀。